그러니까 옆이 바나같은 인정은 대박이 좀 괜찮 근데 나도 PVP 와 他有 霸主 反正你就中间那个进去了，然后这边就会写我们的排名吧。哎，这边还可以赢呢！哇，想不到我可以打这么前面呢！哎，所以其实我算是慢慢打上去的那一种。哎，不对啊，最前面哎，我们挑战错了吧？我想说，我怎么一直扔卡在原地？ 刚才说什么背包包了？战猛。 其实我不太懂那个符文要怎么去看。这里吗？对啊，不知道怎么进去。可能在符文那边。符石。 哦，这集我们继续把神谱讲完好了，我操！那这也是绝代零度哦，这就我们今天这集的标题。然后这个他要分为碎片哦。这怎么帅？L4公黑怎么了？那可以随时看新闻。